总是有这一年，阿妈是一年东西，阿咱就得会当开启着这部经目经，阿咱特别当来做学习。那因为呢，伊咱已经伫经目经的内底当中，咱是第一分，哦，这个发挥比例，咱就已经讲了。那先讲了以后，咱嘛已经用着啊，咱的四班啦吼，甲班的这个迄个。
伊去了就知影讲，这是个点文书啊。咁只咧，比如你那个开水泡，那个讲这个叫做点文书。啊，这个叫做人才，咱看到咱就知影，这叫做概率，这样叫做运气。啊，这个规矩，咱爱照这个规矩安尼行。咁只，啊，咱若无照规矩，我感觉你做你就安尼做，甲咱无相像。啊，这个团体多一卡方，啊，做一两出帅。啊，讲英文就是安讲，安尼有机会。啊，像你要说在两年了，两年排除吧。啊，已经看不拢啊，比这要说在个。啊，恁旅游性能，大家一个无规矩，恁个团队拢个呐，我这人来个。啊，伊无想好比这个开个，今天伊想，那是欢喜了啊。你想欢喜，别人都无欢喜。这毋是你欢喜，较唔欢喜个。我若去游戏，我若去做伙咧聚会时阵，我爱穿西装、革命裤带，含甲袂嘛爱穿西装、革命裤带咧。好、哦，阮太太讲，啊，你讲即款穿了，讲我讲穿了，有影咧，那西装拍下我就穿出来，太穿了。嗯嗯。但是你无遐会使嘛？离火车顶会使穿，会使革命裤带，伊要到内底西装会拍凉咧。革命裤内底有冷气啊，吼、哦。只要擦落呢，你无擦落吼，你即大家看你呢，大家看你呢，啊，大家看你，你家己袂歹势，咱家己怎啊歹势个？这叫做有意，叫意气薄，叫做入社会大城去失误，意识中处客去意这个规矩，啊，规矩要怎改啊？你是啥物种呢？咁是，迄种啊啥物？坏的，你咧往那时候，大概你拢靠好食，啊，迄个拢靠有，啊，迄个靠，我就中意头食。啊，那安尼当中啊，吼，一个团队，互你讲你走去做坏，啊，你坏人走去坏人啦吼。啊，那这个团队，伊形象好嘛，无好嘛。我有阵时啊啦吼，我若发代表，哇，迄个人咧去走哪去啦吼？迄代表来请人叫我安放你讲。真好有烦恼，那过去咱台湾也是这种状况，迄物件放在都抢了了，即马抢抢了吼，抢输归我放的，我一放下底下都跌倒了。嗯。规个拢倒，人拢也袂只，拢倒了。安尼啊，别人无人接，啊倒倒了后，伊过来听，有规矩无？那看见有够歹看的，你讲怎样？啊，这个是修养，啊，这马叫做规矩。啊！你有一块到人坐，坐到这个人啊吼！啊！你看，你着真正够很好。但是，啊！你生活到哪有一个像这种人啦？啊！有惨的有惨。嗯。哦，对不对？哦，那我们叫做触体去意，那个讲触体的生活就何来？轮流对，你叫对，你轮对，你为什么插队？反本处，你啊，你对起，那对面得当啊。咱对社会变作来变对，咱是毋是咱当社会变作？但是咱发现连续的，六道轮回，轮回变得等于，啊，就是伊咱无规矩啊，咱无规矩就是毋知咱得等于啊，反基本错，咱就反基本错，咱就本错对，咱就本对，咱就本那么当社会变作，那咱老师当时就讲，家破社会。翻滚谣言，啊，西方进步，啊，后来归进，这拢是在讲西方进步。但是因为咱西方进步，咱未说世间无规矩，咱死拢走去东方去听，走走去南方去，走走去北方去，啊，西方到底在做啥物？啊，你都无规矩，怎样去西方？你无对对啦，你正常啊，你对遐来，你都离这个世间都无规矩啊。你这条路都无规矩，人按照规矩做，等于还是个迷失。我不做犯实际，讲实话，但咱修过，但是依法修修的，只那啥机制的，迄个依法去说说的，这叫做规矩嘛，这嘛叫改变嘛。你讲袂说啥行业要管制，还是讲你吃早拉黑要管制，干袂使安尼？哦，咱得叫人吃下来哦，有点违骗呀吼。咱得来给你看嘞，你这样吃不吃下来吼？啊，那大家卡上网了，照，啊，洗洗碗，收拾碗，伊都不爱
是但是这我想听啦吼。啊，因为我平常食咩拢老特别搞心病，呵呵呵，哎呀，啊，其实我嘛是无能力，嘛是不太照顾伊啦，敢是？但是以前过节，丰收的呢，咱我刚刚食好食，伊就换花心病啊，你哎，嘛是做伙食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无应该咱好好来照顾伊啦，先出去，咱娘要环境的路都倒转来，敢不洗脚？你要睡到门洗脚，当然洗脚是较惊奇怪，无定你大家狗屎大家鸡屎，敢是？啊，若安尼规脚惊奇怪，安尼当中呢，你着去康门里咧，哦，即个叫象征，康门里咧听听说法，安尼有规矩无？当然啊嘛无规矩，生活始终不该教了，哦，你这段当中拢讲叫做教，对对起来不叫做教，但是会使问。这个教，就叫做要叫咱啊，叫咱回归了，迄、那个清净无量的意思。互你会当按照着清净无量的规矩去行。哦，安尼唔好。那今日你讲咱一个道条啦，那不是过去咱做事讲的十五条规，是台湾十五条规道中种种的规矩。哎，今日你们遐真规矩啊！哦。十五条，咱就收到迄个时阵，也要甲讲起。哦，对，个人要做个人的，也要行个人的。运动那无第一遵守重道，第一是尊敬先辈，第二就甚物物甚物物，达标起来。但是咱请问咱各位，咱十五条规，大家有按照十五条规咧行无？达标哦，一条一条行好。敢有？我看内底人规条，你做后面做不了。冇冇十五条有照顾伊啦，哦，安尼吼，啊，这个是规矩嘛，啊，这个规矩来要甲介绍俾咱听一摆，小道的限，你国家是在规矩，你国家哪有照国家规矩的人看人的，你听，啊，人看人啊，你无照国家限嘛，所以讲叫做立宪，立法院叫做立宪法，宪法的人民要按照宪法去宪，你不可以违反宪法。那委婉宪法，你对我们的规条件的规条件对了，这个已经我会当看你三年至五年，哎，五年至十年，不，你来接受。这个三年至五年，哎，十年，哎，迄个五年至十年的这个，哦，这个想法，哦，你国家就是安尼嘛。但咱道中呢，咱道中虽然要跟你看呀，咱道中不能跟你看呀，但是你今天不能走，咱搞不了再多。咱因果在无，你做什么因，爱结什么果，无可能叫恶果生因，无可能这个代志，是因果无果因，这是道理个吧？啊，因果，个人做什么因，啊，个人就接受什么果，就唔当叫做因缘果报，因结了了，缘一定可以生活结了，后面果还是要接接受报应，就是因缘果报。啊！你今日收到就是你注意这个物件，那不是注意这个物件，你想要从哪里搞？好、哦，是不是呢？但是了，你这功夫了后，足不了后边一边啦，负责任责，负责任要从哪？干么吃豆腐嘞？哎，不用，要吃大黄香，不是，要给你上吊，内向，内心爱清净，内心爱无念。对象外定性啊，叫做相定。但是，迄、那个相定人欲上清净，天地实在贵，你的定就走会出来。无论怎样，你这个网络的世界、复杂的世界，大家都在互相对立。有烦恼无？烦恼就烦恼，烦恼。好、哦，有烦清净的无？有无烦恼清净的无？越烦是越热呢，越烦是越热呢，烦恼烦恼，这个水是越拉越热，越拉越拉，越拉越热呢，未讲越拉越清气呢。咁是安尼，所以咱过来讲，讲啦，上班啦，交接，啊，质量就调整。即我但是听无意思呢，我但是真正听无错。上班就是叫做上班，迄个上班呢，那时候。那像地狱，那像菩萨这类人啊，可怜鬼吧，鬼吧，
啊，三斑鱼是专门咧食迄个垃圾，比如讲鱼啊放来晒，啊是拢专门离迄、那个迄块，就安尼两日就破来落，啊两啊落落落，我阿爹好多落下了了，啊这下鱼爱清清，啊七代鱼后落落下了，这下鱼三条迄个落水哦，头就戆戆啊，伊就变大啊，这下鱼这下鱼就戆戆啊，哎对啊，啊这个三斑鱼就啥？就是专门咧借着是非，咧扰乱是非。啊，这个物件就是，伊哩，就讲你不要去某做道场的上班，咱不喜欢安尼讲。但是咱真爱了解，咱修行道就是超越了界，超越了规矩，要合乎咱内心，你才上班，你听。咱的上班你能造出来，那安尼当中，咱才最清净。你修完到来，你当中大家会得到了共同的福报，得到了共同的成就。但是，啊那安尼今日大家，那我都拄只讲，这个团体一个人照规矩，唔照规律，这个规矩，这个团体有好规律无？这点这样你就好，这上班你做到了，这点这样你应该调整，大家来进步，好。这个道理咱也听好听落，烦恼伫底啦。烦恼就是对色的色界，对众生的比界，对咱五执、五界、五色、五慢，就对家己的内心，这个世界，家己控制唔到些。所以讲，因为家己在讲话，啊，虽然你修很多内底当中，我到尾甲你讲，富则而则，就你大家拢来，拢叫比啊。没什么特殊的，你既然要修，你还照顾你啦。别说你家己一个出问题，你出问题，规个团体当中受了，那叫负责任。安尼叫做哪？六合生，六合敬。安尼叫做哪？三学戒定慧，戒定慧有感生定发慧，这个看到了吼。第二个叫当中，那叫做情感为主，理念为主。都叫你克服的物件。好，佛陀在这当中，伊哩出入方法，哦，行住坐卧，你金刚经普贤上在这当中，佛陀都讲啊出话，伊拢总无讲话，但无讲话当代表无代志，无讲话，伊哩意识伊修得了，涉界高超，涉界广的境界。我冇讲过，用这个日落的时阵啊，三叶清净的穿这边嘛，穿这边啊，然后眼目多端啊，心灵主业，一句话讲出来了哦，这个你就造成问题啊，你不相信不？所以人讲一句话呐，最高的理想是静悄悄，最高的境界就是静悄悄，相关的根本而是。静悄悄，迄、那个静悄悄，就是你的心恢复，你家己一内心世界清净，你家己生出着了清净无量迄个意境起来，迄你家己得着。啊，你我听着你阿公的时阵，我的心在在想对起，是不是呢？唔当去想对起啊！我无讲，你唔知我讲哪话，我讲出来你好。都有点在造一种问题啊，一个造一种问题啊。所以我得下来，公司会讲，我哪会讲道理？众生心里道理的心胸，我哪讲道理？啊，众生心里轮回心胸，伊嘛想问啊，到底是你讲还是唔讲？唔讲边个唔捌，你讲边个一条？啊，你咪叫安怎讲？所以金刚经内底当中，你第一问题你不得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不在笑语声，依旧的波动，依大觉如着定，心能把菩萨难夫。你是世尊时时有意起光，亦笑语在声起息，无比声中处地起力，凡本处本性依修一光，是足地故遮而遮。你一段内底当中，如如是，如如去，搁如如来。如如是，如如去，是如如来。
因为伊无气息，甲无同念，无生一个心，伊就叫离言般若，离言离言离离相真如，离言离开言故，离开言故咧讲智慧，那讲离言般若，离开言故咧讲智慧，我无讲，你有看到？看到我这信号，你有看到我这信号？哦，我以信号，哦，你传这个，我以离言，离开言语，我离开一切形象，你传这点啊，我都没讲过，你有看到？这看起来，然后内行看到门道，啊，外行是看到热闹。我就看见很多人在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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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花，你的花啊，郁郁黄花，哦，郁香花，看见，我看见，看见到底，伊拢在看我，伊拢对我在微笑，伊典型伊最高的地位，因为伊讲过话，伊不讲，但是这片的郁香花，拢向我在微笑呢，你有看到？那伊有谦虚啊，清清楚楚，其实无啦。你看昨天看到迄个树顶内底当中，离迄个树过的时阵，迄、那个刀具挡了了后，迄、那个树啊过，记得前一年，活得出来咯，伊活得足自如，伊活得出来，伊顶面伊真正，哦，伊什么啊？伊真有本事，你有看到无？伊拢无讲话，对不对？都没有在讲话，你不能看美丽，但看美丽也是小，那为你收到包大公是不会，你能够，哦，讲，哦，这两个，哦，牺牲总是广长舌，三舍不会是净法身，伊伫山顶咧困的时阵，伊听到山壁潺潺潺潺的声音，那最老的声音嘛，好、哦，伊开声。纵使广舌，对，参着如来咧讲大法，广长舌，迄个广长舌内底当中就是咧比如佛陀咧讲大法先生，佛陀在讲大法一样。当娑婆诃听到是如来咧讲大法，哦，三生无是净法身，看到一切山色内底所看到，就是咧如来迄、那个净法身清净无念的法身，南娑婆诃能够讲。但是咱听，因暗时啊，去水乡去查查，查几年拢看袂着。咱听是听着佛陀在讲大话，咱听是听着水乡去查查。刚才呢，咱的意境差了偌济？咱看有看出物件，咱看袂出物件，咱看出的是哪？就是相。咱看到的是如来，就是理。第一分就是讲这个。哦，所以解观啊，第一叫做离眼般若，但是离眼般若世间人看无，但唔是叫做依眼般若，依着眼故咧讲智慧，啊，依着眼故咧讲道理，迄已经离着离眼咧讲智慧，佫落一层，佫落一层，伊无法度啊。众生众事，我无讲话就使，我今日来听你讲这个所在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咱看看大家点欢喜个，你讲过些年，今日你来，唔知你想什么物件，头发唔歹，啊，大家点欢喜，啊，不大家就点欢喜，但是你大家就点欢喜，你想一个物件，叫你啥？你想一个物件，过些年来，到底是心情咧落落呢，还是心思咧落，还是安怎哩？小小小小小小小对点点点，唔管你在静心。我比如我哋在一心，你是千差，你是哦，
这个复杂复杂的千差万别心，你也想是对错判定呢？嗯。但是这边我袂使语言，我袂使用语言或者我的语言，即用着言语来讲智慧，互咱客人智慧。但咱的智慧客起来，咱的智慧客袂起，我走是地上，我对是对话。哦，所以咱在地道人，即根本变成这个智慧，讲这个理眼波的，啊理眼真理理眼波。但是在地道人直接讲真如，那讲这个理眼真如，啊理眼真如。离开烟雾，就是影像的进入本性，唔免用说讲。但是我用说讲佫未通，所以到第二个处理上叫做语言真如。我用着真理来讲着迄个进入本性，但是用着真如是进入本性本来就是不生、不减、不变、不息，伊就是苦集的物件，啊，你要哪看？无讲都袂使，啊讲同你查作问题。人本来无讲话，我互你讲要到底，就变成啊，作些问题造成咱遮呢，吼、千差万别的物件造成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足无奈的物件，演说出来的物件。语言真如，我离开言语要讲真如，离开言语要讲地，这种包造成痛苦。但无讲都袂使，不讲又不行，一讲又不行。所以呢，现在当中，当然不断向前学习，因为你的定力无欠，你的意境无欠，当然你永远看袂了失色。当然第一套经无经的内底当中，一时讲这物件，但是伊无讲这物件，你到第二品、第三品啊，伊是经讲一时讲这物件，经讲一个大性，对不对？但是那叫做呢？哦，大圣大圣金刚般若波罗蜜多心，刚才你叫做导叫做大圣，啊，什么叫做大圣？迄、那个大圣就是无离这个心，无离这个心，所以人叫做光又不离心，啊，说不离心，啊，一直破经典，所有讲出来就是咱讲心性，安尼尔，讲心性，啊，你离开了心性，你惊离开文字，都在那里讲啊。哦，这个叫肖文清，伊不在讲这物件好意思。其实听他讲，你蛮无义，啊，你蛮歹，要讲这物件。啊，你叫我解释了，你就蛮哦。当然，佮多多接人的意见，啊，接广大的这地位，咱人慢慢有一个他家人来听了，哦，伊就讲这物件。但是这个物件是一千两百五十人负责任啊。什么人听？不能听。但是不能听，总是你金光光会上，不能听，未使讲难听啊。当然，南方的学生啊，迄、那个当记者，也是输过来。伊哩不伊个时代的所在的叫做解空地，解空地。当然，不能讲空地你听我，你再听无。所以呢，伊听有了后。因为伊听讲，即阵人拢不听无，阿嘛实在是听无。但是我若不听无，敢有上当时在咧讲方法经的时阵，五千阿罗汉我来念佛，我听，我爱做，都拢做啊。阿你何在咧讲这个物件，谁人听？大众来念佛，那会大家讲骄阳拜长，阿三不敬不敬过来。啊，这骄阳拜长，唔是咱现在讲的物件。嘛是咱初步想做当讲，这是佛陀给当讲的物件，咱就当讲嘛。讲看看这样，咱好阿罗汉，咱就叫起叫，咱那个会叫阿罗汉。咱讲合理，当然嘛合理。咱是意识到佛陀当时的化法经，为着要教育这点五千名的五千阿罗汉，伊才来讲这句话。哦，伊讲化法经，这点人听无？哦，但不会啊。为着要教这点小心的，伊当来用着阿含阿含经，小阿含中阿含大阿含，所以阿含经当讲十二年，讲十二年叫做小圣，吼、哦，这个科技变多，啊，小阿含伊当讲这物件，
比较我还不白啊。二十二年过了，伊就讲台神经变讲变，讲台神经变讲变呢啊。台神经变讲变呢了后，比较讲着发这个讲二十二年了八块，讲二十二年了八块，你那发讲的地位是相当的。迄讲出来经典，讲出来经典变样，不是咧讲出来当中一大堆的迄个呐文字呢？经典就是会当互你记载历史性的物件呢，不是讲咱而且咧。你讲方言话呢？伊讲出来了后，阿兰就甲记起来呢，就甲记起来呢。唔是咧，做只广告会当拢记起来，记起来，即粪扫话呢？无呢，伊个就是经典啊呢。阿兰分开来对伊说对是什么呀？对啊对，当叫做拍借，拢种地位，所以伊是地无空间。所以了后，伊开始二十年。讲发财经六百块，那中黄金过来发财经的五百七十七块也得讲出来物件。了后讲话，当讲一个方法花钱，哦花钱，伊方法变来在当中，那好多当中用八年时间讲了方法变，所以永种不得高分数来在当中，奖金数十九元，哇、哦、也一生诶一生的那哦也经营做好。唔过你今日你恁知影参与，哦，伊当时，咱慢慢讲当时，迄个解放的生活，伊听听了了后，伊嘛知即阵人要听话人真少，因为即阵人拢总伫外岛，不得该请入来，去喊我即阵外岛，早头我讲过，伊即阵外岛当时拢要先自由当先证明，伊当时咧。修大乘法，唔管你外道为着你个大乘经典，伊个佛陀不得不以大悲修上定千两百五十人夫，即是千两百五十人，即边人拢修外道，修小是外道。到尾个当中呢，佛陀超前啊，变成一个大，迄个大就是叫做全桥通变，全桥通变。啊！讲因这阵人无资格当去听到大乘经典，但是我无得头前啊，是阵大部这阵人有一个通权达变，或通文达变，伊都袂当起来，所以呾人会叫做大悲求上品。哦，这个金光经内底有一个叫做大悲求上品，叫大悲求上，这道理咱要了解。无这阵人拢是外道个。嘛无做给人听到这个所在，啊！你修话到过去拢讲于顺动静，或者你讲大乘经典拢讲空的道理，这边人在听，讲明嘛听无，唔但说话题该讲的，但少的话不得做同意者。你哋金方经这部经典内底，经部内底拢不得甲说话题对比，拢不得甲说话题的人对比哦。哦，嘛，苏佛弟请教得阿佛陀当解说，你得不得？当然唔苏佛弟，阿谁阿佛陀唔苏佛弟？伊咧讲问，唔是咧讲问，伊是要讲照着伊哩哩看着这个物件，问苏佛弟，和苏佛弟解说，和这个人知影。就是老师问我，诶，前辈，你听无？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你都讲嘛啥？你听？你得学这个意思。该说错这个人，哦，这个人就听我。啊，你对，我就来讲对；啊，你唔对，我就来讲唔对。唔但是金刚经的地尊大佛，释迦牟尼如你所说，如来现无量诸佛身，如来现不相诸佛身。这句话就是啦，就是因为当时释迦牟尼讲出来了后，你佛陀啊赞叹讲，哦，释迦牟尼不对。你讲出话，你看到我确实用三业修行在传这个人，无业你看了。但是你金刚经的第六本内面说到一条，哦，伊就是安尼哦，佛就是释迦牟尼讲，讲何有众生即如是言说，将故名心实性吼，哦，佛就是释迦牟尼讲，莫说是说。你为啥你讲哦？这话就是你个纠结，哦，讲好有忠心，你
必如是言说将故，灵性实实吼。这里佛讲到第五，偏在内底当中，苏摩地，伊嘛知影佛讲到这一定都真啊。但是应该也有智慧，应该后边能够讲。嘛，苏摩地就是咧请教佛陀，佛陀我请教这个问题吼，何有就是我有一个疑问。这个疑问不是什么疑问，还有小小疑问。这点众生必如是言说将故，一条理不得咧讲三个字道理。你言说言故做结局，结故出来的将故，咁这点道切会当生出了真实的信心，咁我当然生出真实的信心。哦，以前是咧当不得，那不得来讲。莫说实说，你为啥你讲是？佛灭恶恶无包会，有其解说教，无助就无良心信心一丝不信。但是，哦，这些都是一念佛在内面教会的书法的所谓。到第十八分，叫做一切都完分。大师傅，佛不得问师傅的啊，佛得问师傅的啊，师傅的，因为如来有八干。如是世尊，如来如八干，如来一千干法，如是世尊，如来一千干，如来一回干法，如是世尊，如来一回干，如来一法干法，如是世尊，如来一法干，如来一佛干法，如是世尊，如来一佛干。今天啊，这个就是意思，就是因为佛得阿门书法的倒转来，我问你，这个如来有这么歹无？但是师父在那讲，叫做五眼分明。但是这个的对机，有点像不等师父的，啊师父在那问佛，就是在对机，啊对机不是明白，是要为着方便教育，请两百个大人这边人用机的对机，啊你讲听，我是用这些规则的，比如讲你知影，伊的因佛跟师父在那对答的迄个机是讲什么物件？我能知影，不是苏摩地唔捌，不是苏摩地听无，万是佛的唔捌，有点个佛雕刻，雕刻抛出一个意题，你有苏摩地来吗？安听无？啊，有点个抛出意题，你问苏摩地你捌无？我不见得你，哦，所以呢，因为今仔日靠第二品，哦，第二分啦吼，加、这个显灵加请分。在积分的内底当中，就是已经输破的，吼、哦，因为在积分的内底当中，因为很清楚，当讲了了分明，啊，清清楚楚，了解佛陀，因为伊的方向啊，伊的足迹，但是因为输破的，伊本来无出来积分都未使，无出来积分就积分唔办，开了这个金光灯法会，又搁失去了意义，因此当中呢。迄、那个善根去请分第二，当然这个善根去请分啦吼，恁我过去啊，我讲着啦吼，这个善根就是讲殊菩提，伊是殊菩提后边讲着啦吼，而且讲着是传了后，大约还做一个报，伊是殊菩提三名，这三名，一个叫做空性，一个叫做善根，一个叫做善根。有这三个面，啊是安怎？就叫做空性，就叫做善根，就叫做善根。因为苏菩提因老爸是一个圆满，足有钱个人，啊嘛足有地位个人，啊嘛足善个。但是有一日，这个苏菩提生出来了后，因为佛陀这个苏菩提内底因爸爸下迄因果因缘在报，怎无？伊话。我这个囝生出来以后，我这个金银财宝，啊，都走走去倒去，哦，安尼，哦，安尼对啦，我叫做同心，生出来我看看，我错物件走无去。但是咧，以后当中呢，因为，哦，这两个经过了，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伊就去，伊就去的时阵啊，这两个，伊老爹去问一个相的先生。我先生你来买鱼甲看下，学习出来当中啦吼，一寡钱金银财宝拢都走无去，
安尼吼，因为恁老爹出个问题，那是想的，是不是？来报一个名数，还是这个囡仔报的是吉，还是恶，还是什么？哦，让我听懂嘛。慢慢的到想的是到，你这个囡仔吼是大吉哦，你这个囡仔是做福的啦哦，安尼对啦吼。所以呢，你们先给安尼叫，啊，你经过一礼拜以后，胖起来是，佮拢总冤枉不多，佮走到你村口内底，走到你经过内底，安尼叫做先给啦吼，这是佮走出来叫做先给。所以因为这三面墙是用这个故事来，不过伊是2566年的进行啦。咱这是拢看故事来的啦，唔是咱家己去看电影，安尼啦。啊，当然因为这个叫消防改变嘛吼，安尼。但是，即马咧，咱今日去特工遇到啊，这个金光金，诶，这个电影分啦吼，这个显片诶，加分啦吼。咱按照着过去的这个惯例，啊，咱好好啊，读一遍，啊，咱对咱好好后边来啊，读一遍。因为这段当中，我老是借着这个时间来解说着地分，因为地分的内底进程，因为要讲到这时间上，已经嘛无时间来讲了吼，匆匆忙忙。啊，因为我咧讲经的时阵，我袂用超过时间啦，嘿啦，大家吼啊，坐到足辛苦的吼，啊，用超过时间好啦吼。啊，所以我时间到，我大家咧切开，啊，你来看我看我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所以进程一般。因不该睡觉，嘛有时间该睡，所以因此当中呢，因日吼，他挑着这个花天花地的时间啦吼，个第一分的内底吼，伊详细，咱吼代表，吼这个啊这个啊，讲予咱大家吼，做做一个印象，吼，不然因为咱讲一见面啦吼，地域拢比咱吼较好咧吼，啊，所以这是予咱大家做做参考安尼啦吼。那接下来呢？从本文开始，是中老师菩提，中老师菩提在大众中，在大众中即将坐起，即将坐起，言谈有关，言谈有关，有切玉地，有切玉地，合掌而得复原，合掌而得复原，岂有世尊？已有世尊，如来显何念诸菩萨，如来显何念诸菩萨，显护相诸菩萨，显护相诸菩萨，世尊，世尊，显南主，显南主，显如理，显如理，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温和应诸，温和应诸，温和。温和含糊其心，不言不言。现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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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现在苏婆提苏婆提，如你所说如你所说，如来显何念诸菩萨，如来显何念诸菩萨，显护相诸菩萨，显护相诸菩萨，逆境谛听，逆境谛听。当为逆算，显南主显如理，显南主显如理，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发阿妙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诸，应如是诸，如是含糊其心，如是含糊其心，威严威严，世尊世尊，愿六欲门，愿六欲门，马六讲叫愿觉欲。这是因为这段就是金刚经的这个第二分的这个专文啦吼。不过呢，因为这专文内底当中呢，因为咱哦这个啊这个内底啊，咱就是个注解啦吼。啊，这个注解，这个显现吼，这个显现啦吼，其实哪个叫贡献吼？咱拄只讲。这个显现就是苏摩提，当然，伊就是这个显现，这是一个解释。
第二个是金刚经破的时候，这个仙，这个仙是不是这个仙是发大神识的仙？不是一般的咱的社会，你这是做善事，你是做恶事，不是这个仙的话，咱如果哪个爱说你在做善事，你做恶事，那阿弥陀佛这个仙的意义是差多些。这个仙就是叫做顺仙，顺。换成解释讲，这个顺仙无恶的物件，但是你仙内底有一个恶，啊恶内底有一个仙叫做仙恶，安尼还有无意思解释无？这个仙就是离仙恶对立的顶端，那个仙，啊这个仙就是讲什么呀？离娑婆的啊，这个环境这段离不在世间的千佛的业界，表示是三业清净。那叫做三业用业，所以三业就是心业，就是口业，就是意业。这个仙就是用，这个仙的用三业清净，心业清净，口业清净，甲意业清净。哦，来显示，来显示带着这点千五百啊，二十啊，这啊两百啊，千五百五十人这点嘛。哦，安尼对啦吼，这个是代表，这个艺术不分后边，就是把艺术能含面这块来对当中，哦，讲话上古啦吼。第二就是讲时，当然咱即马就是讲金黄金的成品，咱看来做来说。这个时就是几乎到食完了后，啊，洗了脚，故作而做这个时阵，啊，就讲今天就倒来，哦，比如。化油离期末，迄、那个食完了后，啊脚洗了，哦啊衣服也拢收起来，啊开始把这个做碳，哦这个排出，啊离开当中呢，哦这个也做离开咧接，哦迄、那个时阵要等到不等，来甲咱啊，甲咱开始啊恭敬肃穆，哦这个叫做时，哦离当迄个时阵啊，因为这个时阵我拄则讲。因为佛陀会使讲摩时摩日，因为这是有历史性的内底。咱要甲讲起，伊当时佛陀大约两千五百来人的今日，伊要讲什么事？摩时摩日，摩分摩秒，这种会使拢无少去甲解释。所以用着大概叫做师之道德，啊，所见就是因为这是。还没有所谓说清就净，伊是师之道德，就讲老师也来啊，啊学生嘛，你遐坐，坐遐要创啥？要等候老师，来等候释迦牟尼佛来恭敬说法，就是迄个时阵。唔过呢，第三句话，哦，这个长老，这个长老就是师父的，因为咱道上内底当中，这个长老。就是叫做德啦、居高，用迄个尊称啦。哦，意思就是迄个道德作官的人叫做长老。所以呢，咱就形成咱的道德来对付这个啊长老前辈。所以证明迄个啊，这个崇德啦吼，因、哦、要叫着什么老、什么老，有一届当中来咱台湾啊，批一下当地那个啊，这个啊洪老。我叫我做房乐，啊，像少年叫我洪老，哦，阿不用称呼这老，就是讲你要资格，你是一个哦有德高的人，但称呼你老，洪老，啊你李老，哦，啊是啊今天这个的李老点禅师，哦，啊李老某某点师，这个迄个到迄个区别的，对当个这个的李老点禅师。哦，你上课的时阵啊，咱有法去到高雄一个留学的，因为留学的，因为这两个咱高雄崇德单位叫你有一个啊到场，但是其实伊当时实际伊离开，离开是起码七十万，但是因崇德的迄、那个啊，的迄个二十五的迄个领导群了解。但是你拢叫人啊，哦，这个刘老点数，
哦，伊拢种这个料啦，哦，啊，这个料这个老的意思，就是伊里只有讲着钙、钠、钠、钙、钠，迄个钠就是六叶，啊，就讲你经过迄一个钠，就经过一个铁钠，就变成你迄个钙，如果时间，你一旦成老。哦，比如讲个时阵啦，迄个你总是打新鲜的新鲜青，你一个老前辈啥，你迄个年头中，你若看一个哦八十岁、九十岁，伊若当叫你袂使叫，你嘛袂使叫伊老前辈呢？哦，伊是年岁老，伊年头中的地位是无呢？安尼听无？啊，伊你是讲些物件就迄个假。所以讲，你有修道有戒律，你经过道中活久过，因那会当唱叫做戒，吼、哦，所以叫做戒律。迄、那个戒就是讲离所戒之缘，迄、那个律就是讲一年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律那一，迄、那个叫哦，即、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，迄、那个六月叫做律，吼、哦，六月吼、哦，所以五、哦、叫做中庸，中庸这两字是第一个叫做道德。一个叫做知戒律，那你听有啦吼？迄、哦那个律就是讲叫做年度的意思啦。啊，就讲你经过几年啊，你受戒几年？那咱互我问问啦，这条都教水嘛吼？那我经过我三岁就经过啊，哦，那我三岁就受到，我民国六七年经过啊。哦，啊，那要我讲起，我才经过几年，你敢知啊？我应该经过正常的六十五年。六年，因为我生出来三岁就去读啦。啊，这资料是有资料，还是无资料？是凊彩讲讲的啦。哦，安尼吼，啊，我听讲我即嘛四十外年咧。哦，我受戒到即嘛四十外。哦，对，迄个比如，迄个离迄个，敢若离迄个，离个六十两岁，哦，就是情况。哦，迄个在在做做资料咧，就在情况不方便。哦，迄个修改，迄个改啦。哦，啊，你而且几年内底，人唔要修得了，你袂受变化。唔是讲你今日你时阵啊，你像咧后边即老菩萨哦，或者其他大师，拢是真，拢是老前辈哦。你莫看伊哦，伊前头只过十年哦，即会使叫做老前辈哦。咁是安尼哦，叫做长老，即修长老辈，安尼啦哦。啊，所以呢，伊一个叫做哪，叫做。叫做哦，特别乖，一个叫做修改古，一种叫做叫做大，叫做长老。哦，这个长老这两字世间不是用，不是用的，我后边写的是用年龄来计算的哈。这是接受着改改大来算，如果一修改几年，哦，结一个下算一个大，安尼就对了哈。因为一修改加早，通常叫做长老，如阿弥勒经啊哈。啊，这个《阿弥陀经》呐，吼，内底有十六个长老，吼，一个叫做夏利坤，夏利坤长老啦，吼，啊，一个叫摩诃目犍连长老啦，吼，尊者须菩提长老，就属于长老辈，哦，安尼就对啦，吼，安尼咱就了解长老到上的贡献，我是一个真正足够的尊称，伫咧道经内底当中，那是咱上对着咱的。哦，即你各种项目，你从德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包括你个人你迄个从政也好，哦，他们讲哦，啊什么李老点人书啦，蔡老点人书啦，啊什么老点人书，都跑遍不那几些吼，迄个咱们开始做会见，做会见。啊，那通常我上会六十五，你讲通常那么够六十五以上，第一无六十五，因无咧清长老。哦，啊，六十五岁，就是因为伊有第一就是受戒，啊，第二就一定要有六十五以上，啊，就是，哦，那，这个叫，所以老辈的贡献是非常重要哈、哦。第四位的修不是，哦，咱老早就讲的啦，哦，我们叫做同心显结显现的哈，这个有贡献，啊，这个我们说该修这物件了哈，这个叫做在爱向中。哦，在大众中，除了一千两百五十人夫妻外，哦，这 BQ 尼、优果尼、优果色，
还有国王大臣及一切人民，哦，这是在大众中啦吼。因为当时除了1250人有听见以外，哦，你想咱迄个啊个，咱迄个当时，迄个六座黄金，迄个魏晋素，材料，迄个官僚，迄个官员来听见，甚至呢，都有迄个属龙公相，甚至都有迄个。啊，这个啊，个哦，道教的，甚至都有儒教的，哦，啊，甚至一阵是微观的，哦，啊，迄个时阵，迄种各国做伙，哦，安尼对啦，啊，所以呢，在大众中，就是讲这种包括伊1250人分，唔是我1250人分，哦，这伊做足，可能做一个迄个啊个哦说明啦吼，那第二句话来讲，即上就起。即从做起呢，啊，就是讲偏袒古法，就是讲因为大家拢真好势，但是迄个拜迄个个坐垫拢摊开平常了些，但总理了些当中输无的，就是解不解，伊就是到发就是对记者当记者，啊，因为伊就是伊就要个惩罚，即从做起就讲对伊的正义者你看变了后偏袒有关。偏袒有关，就是讲，伊站起来后，形成一个偏，就是讲偏到面一边去。迄个袒，因佛教上内底当中呢，因还加些叫做披肩。披肩就是讲，迄个金阿头安的叫做披肩。但是披肩为着要清防那个呢肉肩，因为你背上他那个长背很厚，但是因为因变成爱背一卡。啊，因为这个右肩，那个右肩的那个呐，加些爱，哦，哦，这个个啊，这个老壮，哦，跟你讲的是讲袂当披肩啦，吼，你若是讲看到伊泰国，哦，即个迄个和尚啦，吼，伊咧穿加些伊了披肩拢披咧，吼，按哪里到出关出来，吼，你拜拜到出关出来，按哪里来来迎接，即个亲啊，我主要包咧安尼啦，吼。所以这个提前露出来，在听经说法的时阵，因通常啊，加些这个通腹间啊，就是通腹间都提前的意思啦吼。哦，两个经家好像这个包片哦，安尼啊，哦，可洗出来冰内时阵啦吼，一定爱露一间啦吼，偏袒五官，迄个偏的比较边啊，迄个袒的五官，这边的加些。爱老出来就对了吼，这个油漆玉地，这个油漆印度人在礼拜时阵，离中国人必须爱门槛低的，哦，咱今仔日大家门槛啦吼，这叫做常规。可是呢，你常规的时阵啊，咱无拄只够，你给他常规过得很久吼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这个当中呢，啊，这个可是以常规持久，因此当请法必定爱闹。依旧按照规矩，不规不规下来又不合乎礼节啦吼。但规了固的时阵，你可动得了。所以你偏袒有宽有节的对，哦，这个物件啦吼，这种是一个伊当时不然的对，伊讲的一个规矩啦吼，安尼对啦吼。啊，但是迄个时阵，这个世界话，哪里个贡献？这个有关。迄、那个有关叫做损，有关叫做净法，嘛叫做净容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要不因他们在佛教哦，你告诉来这当中有些那个绕佛，啊，你绕佛，伊就当得到